晨你好，你好，纳豆哥哥好，周密哥哥好，士林哥哥好，你好，好可爱哦，记得我的名字。嗯，你今天是要来当我们的什么？小恶魔。小恶魔，你知道哦。那你在家有没有准备很久？有。啊、哦，准备很久。我听这样讲，我就更担心。你不要这样子跟小孩讲话啦，因为我们希望提高一点难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加油 ，OK， 好。所以以晨加油，帮我们唱歌好不好？以晨，你的那个刘海有点开了，但没关系。可爱了，我帮他弄。以晨，那我带你去那边哦。没错，小恶魔来唱歌，马上就要开始。只要听出小恶魔唱的是什么华语歌，就可以马上进行抢答。环娱队派出四零应战。对上号称华语老歌王的周密，能不能抢下分数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放歌咯，少爷。好，来第一首。只有你曾出现的歌的，就像我们的梦如此人生，很有不同样的。这是哪一个宫庙的那个主题曲？你不要讲话，你不要讲话，你不要讲话。电视爱你。继续我听着你的很大歌，让自己温柔善良的烟花。你们试着猜猜看的两位，知道你是什么？还有士林。好，你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什么？童话。可是蛮像的，我刚才以为。好，再来继续要唱。那不停止。我知道，好，停，小士林哥哥，请说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屋顶，居然答对了。薛士林表现良好，你继续来猜好了，好不好？交给你了。哇，接下来厉害，周密，知道我们实力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有点太小看了，我觉得。你是要听过那么多歌，一点用都没有了吗？你现在有没有开始觉得他的这边长出两个脚来了？好了，以晨，我们再换下一首。很棒，以晨很棒，厉害，好，表现得很棒。哇，再来下一首。我听出来了。小苹果，小苹果，小苹果，歌名小苹果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下一比有薛士林注意哦，一比一比，压力好大啊！是听他唱歌压力很大，抢答压力好强大，注意哦，抢答。以晨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就是脚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被你的脚擦到眼睛，不要在那边演呐，恶魔脚，不要在那边演呐，再来第三题啊，来。我这些苦涩曲折，让天真的世界，等你热情是苦苦的一来，因为不清晨，等你热情是如何在啊。他有点提示吗？提示两个字，一个字，这题答案是两个字，两个字。他正好是树为这谁的花，和这谁说你是谁？好，停，是林哥哥。紧紧相遇的心如何？谁个背叛？背叛，对不对？周密，这个真的蛮难。哇，哎呦，这个光听不知道，可是他一讲一回想就哦，你再唱一段，同一首再唱一下，再唱一次，再给他唱一下。哦，你爱什么情？情吧。
其实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其实今天不用多发小朋友，你带焦娜都带起来唱，我们也唱不出来啊。你多发小朋友来干嘛呢？我就是在配合他，是配合他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注意，二比一，加油，继续。第四题，请出。只有冬至，那年的热血，那是好久远。就是天追，爱追我却愁痴痴，姐男的用牛之王牵着我，求求你可惜我就是你。你很快，没有，而且我刚才跟你一样，我刚才在想，你看也在唱，你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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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，听还过这个很明显，这个很对，这个蛮明显，厉害，再来哦，接下来下一题。黑发牵着地，牵着山，都是我的旧年的那好来，你坚持黑发牵我，爱爱我的那。给唱累了是不是？那现在唱唱。那就是我真的太想要了，那我再把我让他的车回报，他说是我的希望，我让生活让你的真让他心累，那也不是那个笑，那是那个笑你妈的话，谁让人受伤。听妈妈的话，听妈妈话，对不对？也不难 ，OK， 薛士林。不，因为我刚才哼出来了，我记得旋律，但我不记得我在哒哒哒哒，就我想说，哎，什么歌？对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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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因为你哼出来那个副歌，我在说，可恶，我等下哼在你的心里，哼在心里，哼在心里。现在比数接近的，还是一样的。来，我们现在比数多少？3-3。没想到中场比数竟打成了平手。但小恶魔的折磨还没结束，球迷似乎已经快没辙了。累了，什么？